时尚大拷问，搜狐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时代少年团。今年是路易威登先生诞辰多少年 ？A 一百 ，B 一百五十 ，C 两百。简单吗？这个是简单的送分题。我们选 C， 我们选 C。以下哪个是路易威登先生创作的经典元素 ？A 棋盘格 ，B monogram 老花 ，C 粗花泥。这个思考思考，这个棋盘格，对，棋盘格。就他身上的、哦、我觉得老花是他儿子设计的，跟大家持相同意见、啊、那就是选 A 棋盘格。棋盘格。以下哪个不属于包的种类 ？A 法棍包 ，B 水煎包 ，C 饺子包。饺子包，饺子包，吃的吗？水煎包吗？多了吧？水煎包，我觉得像饺子包这种啊，肯定是有的。饺子包应该有，法棍包应该是也是。还有一个叫什么？水煎包，水煎包，水煎包应该是没有的。我觉得水煎包没有。水煎包是因为毕竟涉及到水煎了。对啊。水煎不是哪个煎吗？都已经有一个动作在里面。可以煎吗包？煎是什么东西？哪个煎？它那个吧，就水煎。选 B， 选 B， 选煎包，我也选 B。以下哪个不是鞋子的款式 ？A. 松糕鞋 ，B. 翻糖鞋 ，C. 果冻鞋。果冻鞋应该是有的，有果冻鞋。我感觉是翻糖鞋，你知道吗？松糕鞋是那种厚底的那种鞋啊，我记得是。翻糖鞋有点像，有点像吃的，听着。翻糖鞋不是圣诞老公公送的吗？果冻鞋，真的吗？果冻鞋就应该是像那种。你可真厉害。那种像厚底的，然后是透明的那种鞋。没事没事吧，选 B 吧，选 B。